希望耶稣拯救他们，所以他们大喊着何撒呢，他们摆着中文书在地上。但是很特别的就是一个礼拜之后，也是同样的一批的人开始大喊着钉他十字架，然后给他戴上埋名的荆棘冠。当这个礼拜我在默想的时候，我就被一个极大的提醒，提醒是什么，当我们要主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摆下了中文书大喊着何撒，但是当主要我们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戴上荆棘冠，然后大喊着钉他十字架。我再说一次，当我们要主做事情，我们就大喊着何撒那，主啊救救我，主啊求你来改变。但是主给我们回应说，所以孩子你要这样子，是去做反应去世，算了，钉他十字架吧，给他戴上荆棘冠。弟兄姐妹，有多少次在我们的祷告里头，我们祷告的说，主啊求你帮助，主啊求你原谅我，主啊求你祝福我，主啊求你给我，主啊求你把这个赏赐给我，阿妹吗？不要一直跟着主说你需要什么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跟你说你需要什么。阿妹，安静一点，安静好不好，安静安静，我就听主的声音，thank you.
将要赐福的，这个让父亲找不到忧虑，所有的人开心的过来祷告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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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再说一次，每一个人的成功重要啊！你不要想你的工作在这里到底有什么意义，你忘记了，这我们的眼光摆错了。我们每次做一个的工作，我们的眼光摆在赚多少钱，我们的做一个的工作，我们眼光摆在多少成就，我们做一个的工作，我们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，我们做一个的工作，我们在乎人家对我们的评价如何。但是我说真的，你仔细的去看，在主的大使命里头，从来没有提到工作，好的，没错，我们工作要卓越，但是卓越的原因是因为在那边人家一定要羡慕我们的生命，羡慕我们的样子，也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的工作能活出这个样子的生命。阿门啊，阿门吧，阿门。所以不要每次都一直要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我找不到热情，你错了。因为那一个的工作不是你真正的工作，阿门。保罗就这样子讲了，他在帖撒罗尼迦不是就这样子说吗？保罗他就说我昼夜劳苦，因为他上班，但是他也去传福音的，阿门。他到每一个的地方，他上班，他传福音，他上班，他传福音。阿门。保罗的热情，我保证一件事情，不是支帐篷。他在支帐篷的时候，他没有一边支帐篷的时候，哇，这给我好大的成就感呐、啊！我好喜欢支帐篷。你看这个帐篷，今年中东风，我今年这个的帐篷设计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的金牌帐篷设计奖。你看我的帐篷，这个的窗户是西班牙风，我保证保我冬天。但是他只帐篷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他要我有能力继续去传福音。阿门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你的工作上怎么样子找到使命？就是你把你每个的工作当作是你的合唱。就是说，我鼓励，只要有人在你的工作上面还没信耶稣，就代表那一天值得你有热情又在哪里呢？阿门。阿门。你说我每天早上我去上班，错了，你每天早上要去传福音的。阿门吧。阿门的真的很小声呢。阿门。你要找到一个的使命感，你的使命感来自于我要得地为业，你的使命感来自于上帝今天给我这一份工作，因为在这一边我要得着这一边的人。阿们，阿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之路。阿们，是的，阿们，为自己来祷告，可以吗？举起双手，要慢慢来哦。这一季是我们的传福音的季节，好，先都可以来。这一季里头要带人信主，阿门。这一季里头要有人得救，阿门。开始来祷告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要准备搬桌子了。在吃这一餐的时候，每
他们所吃的都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提醒，因为这是在旧约里头先讲的，他们讲说当你们吃这个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可以先下去，好了，你们也一起参与，好吧？ Yeah, that would be nice. 你唱我知道，你要帮我唱。在最后的晚餐